什么黑白我是不太清楚的，我觉得我是心地很善良。他忙他选他的市长，那我在议会忙我的。少峰参选会不会变成诈骗集团？即将就任的苗栗县长钟东锦、桃园市议长邱义胜、立委罗明才，过去不止曾有犯罪案底，假释背景也和地下组织有渊源，共同点都是蓝袍显得有那么点黑，但国民党立委却这样说：民进党的扫黑嫖条款到底的是虚晃一招，我们要问呢、啊。那执政党里面，党的机器里面有黑的背景呢，是不是更该扫？前一天五号，民进党喊出打算着手修正选罢法，明明国民党也有共识没意见，不过才隔不到24小时，突然说这分明在打假球。他如果有成立，如果讲真的，他应该修正党法，你现在规范半套。也能耳目嘛？扫黑，我就是从民进党内部做起吧。他说你民进党里面这个都黑影幢幢，那你怎么去扫黑呢？执政6年多，你不知道你里面有黑道啊？不知道啊？哦，不是笑死人吗？国民党提出要修政党法反制，差别在于选罢法约束的是公职人员，政党法约束的是非公职党员。律师吕秋远脸书回击：谈黑道咆哮秀肌肉很容易，但列出丰富的黑道背景与候选人，国民党怎么好意思攻击谁是黑道？民党内部的标准，我们把它拉到国家层次，这也是回应民众的要求。那国民党这边如果说他连政党法相关的法规都要往这个方向前进，我们当然是非常的支持。谈扫黑，蓝绿阵营激烈攻防，但民进党也要提醒一下国民党，想抹黑别人时，先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黑不见底。继续为谢谢列志豪采访报道。